有时候我感觉一些人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孩子就在身边，他们却很少陪他玩。我叫刘海滨，山东人，目前我的家人都还在山东，我自己来到厦门工作。我儿子到今天是8个月零6天了，这期间我就回过3次家，每次回家我都不想回来工作了，但是还是得回来。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和我爸一块玩跷跷板，我现在都记得他看着我的样子。也许我和儿子已经错过了一些回忆，但是我不想他也错过这个。我希望他长大后还记得爸爸曾经这么努力的要让他快乐。带着孩子到楼下来，我有东西要送给你。我很开心，儿子好久没有这么给我笑过。即使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会遇到无数比这更酷的东西，但我希望这是让他印象最深的那一个。儿子，老爸爱你。